今天会唱唱淡薄，好啊，咱过来，咱来请咱宗主吼，咱移花吼，甲咱讲几句话话吼，来。还有咱家弟兄，咱所有的道兄、道长、师兄、师姐、阿叔哥，吼，啊，咱遮的道友，吼，同修，尤其咱大道院遮的道生，今天呢，啊，咱时间真紧咯，重要呢，啊，咱所有的法会的这个天平，吼，要行完毕。当然，这是一个感恩之期，会当讲呢，来到此位，咱有这个福气。受到呢，啊，咱要伫金庙应允这条天梯，要予咱步上佛道双修这个所在，予咱来印证。啊，这拢精灵正修，咱有灵吼在纳凉。啊，咱做好去来到此地，这灵山佛地，咱有法度呢来印这个文。当然啦，咱得爱呢啊，真感恩的心来先向着咱西方金庙娘娘先来以敬礼，甲伊感恩，由至敬礼来树立。注意改良，注意改良，在处感恩实验，落地地行连处高低，在处感恩，经了验恩调恩开始，感恩再感恩，再来所有德心的，咱呢来分享呢，向给咱在处所有咱合作的家德兄德表，咱家的孙兄孙姐德哥，吼，因呢真正呢无是德无是怨，就咱教会一直给咱服务到这当时吼，啊咱呢甲因啊掌声，甲因感恩者好唔好？吼，啊真正呢啊，即、這个过程内底，咱真正呢拢真珍惜啊，合作即个气吼，因为一个灵山道场内底呢，有法度讲要安尼同心一致，吼、哦，安尼各自言开，足无容易。因为有大爱之心，因为弘师布施之心，愿意奉出这个奉献出这个好地，啊，愿意奉献出伊这个应庙吼，伊、哦、的意志啊来调开，予咱有法度来行这条路。啊，所以呢，我讲啊，吼、哦，既然咱已经向道而行，吼、哦，咱得爱家己有所准备，不退道之心，一定来行。心理要坚强，无论如何呢，因为咱处世为人不容易啦，人心百态难避免，所以呢，会当讲呢，做咱家己，而且咱哈愿意修行，愿意来做，主要爱咱做的代志，总是后发到应允他人，后当发到开出天地之智，加大千世界无形之主，咱会当得哩。所以讲呢，修行有好无？真好，因为安怎，咱会当关键的自己，咱嘛会当看到咱未来在倒位。这就是咱讲爱皈依，条条有理，吼，一步一步来行去，唔是讲哦，哎，咱家己要安怎欢喜，咱就来欢喜。这种的过程拢是凡尘俗气，吼，咱得爱真知影咱家己有啥物种子，必须爱去做去。吼、哦，这个个名山格为大，咱这个天明一定爱建开。若是讲你是一个天灵主，未来你着真正爱建开一条道理，不然呢，天灵不敌爱，马上对落来，这就是安尼。吼、哦，无慈悲，无量慈悲，伊拢一切照方便。所以呢，希望咱未来呢，这条名山道路，咱会当行得开，行得水，会当照应呢所有来处应允的灵主哩，会当呢照应咱家己一切吼明白吼道上有名哩。这是咱应允之理，同要紧的代志。诸行菩萨应照天规，命格有为，咱得爱真真做起。吼、哦，所以今天呢，来此为真正真福气。命中应运天地机，诸行菩萨照一致，在应诸庙之堪行，完全之路遍遍。如诸众生有心地来处应运共合为，希望呢，咱所有道兄道姊，咱这师兄师姐，日后吼有会有福，再有堪行，感恩再感恩，感恩老师，感恩。啊，闽南哈，啊，送袈裟哈，给诸位师兄师姐哈。啊，就是要修行的开始哈、啊，啊，希望哈，师兄师姐哈，啊，今日开始哈，会当静坐来反省家己。如果你若讲真正拢无时间哈、啊，你就为家说留当吃哈，啊，来的时阵较少。啊，无就是哈、啊，你早顿好好补修哈，真正家说就是你报名的家说，就是你进修的家说哈。啊
就是你哈，一生中间哈，啊，佛道双修上殊胜的加持啦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感恩感恩哈。掌声掌声，感谢黄师，感谢各位，感恩再感恩，好。来。那个哈，大家哈，把那个袈裟哈可以收起来了哈。啊，你想这些时间哈，那个香往后放这里，就是有回来的时候可以穿。可以啦，啊，这的，那个圣公哈，圣公其他的时间啦，所以圣公哈剩余的时间，啊，你得再开始作业哈，啊，加些等下，啊，来听万歌哈，万歌花舞啊，好，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啊，我们叮当安喜上光辉啊，对啦，来啦，来啦。好了，啊，这里结缘啊，结缘来修医，干完来做医。结缘大道宴，咱这师兄师姐大家好。今日呢，我在家啊，向咱诸位啊，咱师兄师姐呢啊，做一个讲真正恭喜。今日有这个机缘啊，来当呢，来咱昆仑山姚地宫啊，甲咱母娘以及咱诸位师兄师弟，大家呢会当来结这个善缘。会使你讲咱啊，累世所修来才有这个善缘啦。在咱修持，咱这个灵修啊，这个起步开始啊，就是讲咱伫咧修的过程。啊，讲是这修，嘛是拢这个佛道双修。啊，今日呢，啊，人讲因缘啊，因缘所到，所以讲呢，啊，有咱姚地宫，咱母娘啊，有咱宫中咱个宫主，咱洪师傅啊，大发慈悲，会当呢有这个机缘，和咱同修呢，大家。会当过来进一步啊，尊圣会当啊，受着咱母娘，受着咱这个家世，会当让咱进一步佛道双修。因为佛道双修呢，在咱修持佛道心呢，今日会使讲咱真正好啊，这个机缘，这个机会啊，以后呢，咱修持啊，这道路呢啊，加一个保障。因为呢，咱过去咱若要修佛，那是要经过三界波。啊，三一五啊，但是咱即摆呢，当啊受到咱啊佛陀的慈悲，啊甲咱母娘慈悲，啊甲咱的啊弘誓以及发心，当咱进入到咱这八关斋戒，所以讲呢，啊真正感谢啊咱这个佛陀啊阿弥陀佛啊对咱这个念佛众非常的孝顺，啊在咱修持的，所以讲啊愈修是爱愈行。鲁青山，大家来心中有看来，啊！伊何下今日看到咱大家等来同修呢，我非常的欢喜，啊，非常大家恭喜，今日呢，大家等来昆仑山姚地宫做一工啊，这个生日啊，而且呢，会当享受着咱今后要修持那么追求的路线。今日呢，就是咱有做有做。哦，这就拢以后咱要行的路，也是讲咱过去咱累世所有修来，今日才当得这个成果，这个机缘。所以讲呢，啊，咱行无流线，咱行佛道双修，这条线路是正确的啦。哦，希望大家呢，以后啊，为这条路会当认真坚持到底，因为这条路就是咱以后要追求的路。咱终点站就是啥？就是咱要归母娘的身边。啊，今日来到昆仑山姚地宫，含着咱众位的师兄师姐，含着母娘，大家呢会当共同欢喜过着这天新鲜的生活。恁的感觉安怎？真好无？好。哦，在这呢，希望咱大家修持。大家咧会当更加认真努力，为咱这条神路按认真打拼，爱坚持到底。咱这条路是真正正确的路，是真理的路，是咱要皈依所目的地。安尼大家知影无？希望大家咧今日有受到咱母娘啊，赐予咱这条家世，会当大家咧发起上款。以后咱这条神路，大家会当认真
进步，日日啊来为着咱这条线路诶，爱坚持到底，对，安尼好无？好。今日我祝福大家以后诶，咱这线路会当步步高升。感谢大家来咱啊赞助咱这个姚弟兄这个母牛，互阮大家动手，互咱大家动手，让咱大家兄弟姊妹以后为咱母牛做到福果收益，安尼好无？感谢前辈师兄，感恩祝福你，佛道双修，一切平安顺利，谢谢，感恩。